芒果班级的吗？自己做的，可好吃了，我和孩子都特别喜欢。如果你也喜欢的话，我们一起试做吧。首先我们先来调个面糊，我用了班级粉150克，鸡蛋一个，温水200克，搅拌均匀，再放入融化好的黄油15克，继续搅拌均匀，过滤一下，让过滤出来的面糊更加的细腻。薄饼机预热，沾上一层面糊，反过来表面起泡，这个饼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无油无水的盆中加入200克淡奶油，再加30克白糖，中低速打发，打发至奶油明显有纹路，这样这个奶油就打发好了。打发好的奶油再装进裱花袋，烙好的饼皮上挤上一层奶油，再放一个芒果，再挤上一层奶油，像视频中的手法给它包起来，这样一个班级就做好了，放在冰箱冷藏一下，口感更加的好吃。如果你也喜欢就试做吧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